大家好，还是先谢谢大家来听法啦。但是我一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场地啊，还有摆椅子啊，摆桌子啊，还有很多法工的那个辛苦啦。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那个三摩地的这些法工，我一直都忘记了。那还有就是你看像这样的一种法缘，其实背后都有很多人的这种自觉性的付出。那所以我们那个有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可以彼此互相增上这样。那我们就准备进行今天的那个课程了。今天的课程是要跟大家探讨所谓的对四种真理的体验。其实主要要谈的就是苦集灭道。但是如果只从传统的那样的一种概念分析，可能大家不会有很深刻的体会。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这位同学他提的那个问题啦，生命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震动，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波动。那它跟电磁波之间，电磁波是比生命的这种波动还粗的东西了啦，就说你如果把生命看成一种无形无相的那种能量的震动，它本身就是一种波动。那电磁波有电磁波，它这边对于这个身心灵的这种波动所产生的那个干扰性的现象，所以它到目前为止对人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嘛。那你刚刚提到的是所谓的放空的问题，这其实是在人间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考嘛。对，你看我们的心灵如果常常塞满东西，它是很不透气的。就像说你看如果这个空间它没有空间了，然后人塞满了，椅子塞满了，它就不流通了。所以原本的放空的意思是让你内在的心灵能够有那样的一个容量，有那样的一个空间存在。那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就其实是很容易疲倦。而且因为你内在里头就像这杯子一样啊，它如果你看它水倒满了，它没有办法再倒进去新的水。但是我们在接触境界的时候，你的心如果是一个满意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容受新的信讯息，没有办法容受境界。所以常常碰到境界的时候，你看如果不合意的时候，有没有你会很对抗？为什么会很对抗？因为我们的心是摸的，摸到怎么呢？摸到已经溢出来了，溢出来了所以呢，这样呢就常常会让我们这整个心灵的这种品质呢会变得相对的沉重，就会变得比较辛苦。那所以呢，其实所谓的放空，它就自觉性的，它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自觉，不是像我们比如说像一般在世间上没有谈到说你就给放空放空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不要怎么放空，所以放空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说就像说垃圾减量一样，你要能够对自己的这种生命的品质里面所蕴含的这些思想或者观念，有没有你会看到说它有些观念跟思想，它事实上对我们的生命呢，它会像电磁波或像辐射波一样，有没有一有那种念头产生的时候呢，一有那种想法产生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那个燃烧，然后身体就会不舒服，然后情绪就会不好，有没有？那就是心灵里面的垃圾，然后那种东西呢会造成我们心灵上面的阻碍嘛。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办法自觉到说心灵上面有这些垃圾，你就没有办法放空。好，那再来，那你怎么样能够看到说哪些是属于心灵的垃圾，应该呢做一种心灵环保，那哪些思想观念呢，然后对你来讲是在这个人间，在一个心灵的成长上面，在人际的互动上面都算是一种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能够去保留它。所以这就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我们内在的什么
中心思想，就是咱对生命的认知到有什么款程度？比如说，你如果一个习惯于他不持戒的人，习惯于自我中心，然后他看到利益就像秃鹰一样，有没有？不喜讲谎话，然后各种不择手段去做去冲撞，那他的中心思想，他的价值观是那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对我们看起来说，哎，在那些境界当中做那种事情，讲那种话，其实是对自己的生命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对别人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害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对他来讲，他不做反而会觉得是很大的损害，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上礼拜我们有谈到那个小三现象，有没有？哦，然后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这个现象它不是现在才这样，哦，从那个几乎就是90年代开始，你们有没有听过？那时候很流行叫做五七，对吧？上班的同事啊，办公室里头的那种婚外情，他们借由中午的时候呢，然后就在一起啦，哦，然后甚至在媒体上面有很多评论人啊，而且特别是有一个女作家哦，然后大肆去宣扬她赞成那个样子这样。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那所以像你看，像在面对，比如说像面对这种现象啊，那我最近你刚好碰到一个例子啦，哦，你看到，哦，那就是属于算是，所以等于说那个不只是小三呐，哈，也有大三，对吧？那年纪差不多的嘛，啊，哦，所以不是小的，也有大的啦。那这件事有一个例子是，他是小的，哦，是小三这样。然后他碰到问题，然后希望说能够跟他那个谈一谈。然后我问他说：“那你什么事情呢？”啊，他说他心情很不好。我说：“你心情不好什么？”他说他就这样支支吾吾，我就问他说是不是感情的问题，他说是。我说那你感情问题没有什么好，心情更不好的，啊，那你是不是做人家的第三者？他就说是。然后我就听他的感觉，他就说他很恨，哦，我就问他了，我说你那个男人有骗你吗？你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骗你吗？他有说他是单身的吗？他说没有，哦，那过程中他有欺负你吗？他说没有。然后这一切不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他说对。我说那好了，那你恨什么？有没有？也是他的观念跟思想啊，他恨哦。然后我就在跳过去问他说，那我请问你一下啦，那如果今天你是那个，你是另外的人家的太太，然后你先生有外遇，哦，所以这个时候真正有权利恨的到底是那个小三呢，还是那个太太？你的点点，你看人的思想观念有没有？有的人他认为说，哎，那个他能够肆无忌惮的做自己喜欢然后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然后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可以去仇恨，可以去怨恨，但是他这里头完全没有去考量到别人的种种的那个观感立场跟实际上发生应该要有的这种情跟义。好，那所以呢，你有没有办法叫他放空呢？看到没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边就是要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真正能够自觉性的去随时平衡自己的心灵，减除自己心灵上面的这些垃圾跟不恰当的观念，因为他这些不恰当的观念会带来不恰当的冲动，自伤伤人啊，所以呢就必须要怎么样呢？真的必须要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借由人生经验，然后借由善知识，哎，反刍思考怎么样是一个恰当的一个人生的对待，就是佛陀讲的叫做建立正见，要有那种正见，有没有？我们就会随时会看到怎么样呢？很多的痛苦烦恼真的会变得没有必要。比如说我们先来谈这个问题，一个人比如说如果说对于佛陀的这种教导，你看像我们说在阿含经里头第一篇，佛陀说当一个人如果能够正确的观察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的这种身心现象，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它是无我的，
那这样的人呢，他会对于这个不断无常生灭的身心现象呢，就会产生一种不太喜欢再去抓取了，厌离感，也三千观厌离感。然后建立起这种厌离感的人呢，慢慢他会怎么样呢？这种厌离感的深入，他会怎么样？对于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境界，对这种身心境界呢，他不再有那个欲贪。所以当他的内在里头停止这个欲贪的时候呢，你看他会体会到那种心解脱的境界。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地方，你看你比如说那当小三，那你看你就已经有很强烈的这种那个，我们说第一个，你看如果从佛法来看，那是算是犯戒了嘛，等于说是邪淫的现象。那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念，有没有？那我们不谈。好，那没有这种观念也罢了，但是你看他没有这种观念跟这种价值观，但他造成怎么样呢？他内在里头的嗔心之火，那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嗔心呢？他的欲贪没有得到满足。那他欲贪没有得到满足来自于哪里呢？你看很清楚了，来自于他对于自他身心境界的强烈的执取，有没有？这就等于怎么样呢？没有建立正确的对于这个生命的如实的观察啊。所以呢，他触到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不止不懂得去随顺正见来调伏自己内在升起的贪嗔痴，而反而怎么样呢？依他从小被训练而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价值观，有没有？然后呢，强烈的去憎恨他所碰到的这种境界啊，所以他就一定没有办法放空，甚至会怎么样呢？心情不好，甚至会有很多的不恰当的行为，甚至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他会想办法，可能他会想办法报复哦，然后可能会影响到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他的家人的整个那个生活。我不是说这个女人的报复行为是错的我说一可能得变成安内啊。那我们说你他到那那公，你掏钱爱要去吹嘛，对吧？哈，那你自己嘴巴擦不干净就碰到问题，那也没有办法，因为都是在这个世间里头去互动，然后形成这样的现象嘛。好，那回来。所以看到什么呢？不管这个女人或说这个男人，我们看到说就是在面对这种生命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你看没有办法很自觉性的借由无常观，对，然后来调伏自己的这种淫欲心，然后呢，而且呢不随顺或者不去持守世间的这种正业健康的这款生活规范，纵容了自己的这种欲望啊，所以呢他就陷入一个你看女的怨恨男的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涡旋当中啊，所以呢两边都没有办法放空啊。所以我们讲啦，一个懂得去放空的人，就等于说对于心灵上面没有必要的那些观念那些思想那些取角，他随时都能够怎么样很自觉性的去放下来。那我们就要问呢，他能够很自觉性的放下来的凭借是什么？有没有能看到中心思想不一样？那我们在人间世里头，像你看像我们一般在人间里头的这种训练，你看像小孩子一出生，那他在一个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这种状况里头，会被爸爸妈妈诱导，有没有？也会随时被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情绪给影响，然后他们的思想观念给影响。那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个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中都怎么样？你根本都形成一种很强的自我，有没有很强的这种自我意识？那包括好，那进到学校里头去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我们观察小孩子在家里头，你就发现说因为就常不时收这些东西嘛，有没有？然后会差嘛，然后都为了要满足自己嘛。那有时候你如果像特别是如果是兄弟，然后刚好那个两但是差不很多一两岁，我就当时看兄弟在这些东西哪有在这些东西是整个那个不可开交这个样子，那有时候妈妈就因为要摆平这两个兄弟就气得那个有没有火冒三丈啊。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从家庭里头小孩子不自觉的被
被训练成他必须要有强的自我意志，才能够满足他的自己，满足他的欲望啊。然后到学校去的时候，爸爸还有老师会鼓励他怎么样？鼓励他跟同侪之间竞争，啊，都要竞争。透过竞争，他去肯定他自己；透过战胜别人来肯定他自己，来所有的成就他的自我。哦，以鬼系人的行为的些这款模式，对吧？啊，所以那在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认知跟价值观的这种基底上面，他会怎么样呢？他触到境界，常常就会以自己的所欲、所爱、所要，有没有？然后呢，去推动，然后去抓取、去执取。所以，自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说会变成怎么样呢？到内变成，到外变成，安尼，刚来提起讲，啊，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啊，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所以到最后就往往你会看到有那种现象，有点弱强食的这种现象啦。那在这些现象当中，如果说基本的这些，我们说像佛法里头强调这种基本的戒律，或者说基本的社会伦理，又不被恰当的这种对待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真的就到最后只能看怎么样，弄看问题，看尔虞我诈，然后看谁比较有利，看各种利害关系的那种衡量跟计算。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得出来哦，心灵上面其实它是会怎么样呢？随时在一种武装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是常常是很不安的啊。所以我们现代人为什么压力那么大啊？因为它就是这样被磨塑出来啊。它是要借由在互动当中不断的去跟人家竞争，然后才能够符合它原本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啊。那如果有所落实，我修过西格查的时候，它怎么样？他不一定会接受，比如说他可能会恨，他可能会变成他有他很深的那个情绪问题，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放空啊，对吧？他不会去放空的，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等说这个能够随时让我们的心灵，然后完全放舍下来，然后从实相的角度归零来重新对待，这是要一种很自觉性的修持。比如说那个朋友，我们那个副教授，他不会这样，他不懂得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会变成在他的生活上面很容易随着境界不断的牵引，不断的牵引，然后呢，所以就慢慢就进入到那种半崩溃的边缘，情绪半崩溃的边缘。他不知道说，他的太空里面有很多东西，那真侪想法是无必要的，所以伊真侪冲动是无必要的，所以伊真侪情绪是无必要的，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他看不到这件事情，所以等于说他在触到境界的时候，都很不自觉的，就是要去表现他自己的想法，表现他自己的那种的有点傲慢，对吧？然后表现他自己的这种见解，然后表现他自己的能力。那在境界当中，不每个人。常常都是想要这个样子，那所以这里头就有很多的对抗跟对于实际的状况的那种回避啊。那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我们说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所以到最后呢，往往是怎么样，情绪之争、观念之争，有没有？然后让彼此之间呢变得非常的疲惫啊。所以这里头要去看到说，事实上呢，一个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去放空自己，然后以常常以自我的这种价值观、以自我意识做中心，就是来自于从小所训练出来的这种怎么样知见、这款属性、这款观念。那你如果从佛法来看，我们说知道那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错误的见解，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说你这样看啊，我们现在都不要活在任何假设上面，都没有假设，心灵上面、思想上面都没有假设，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你这个身体，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震动，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波动，你不知道它怎么来，你也不知道它要怎么去，对吧？它就在宇宙当中这样的存在。这就佛法里的叫什么？它是缘起的，它是无常的。来，身体的现象是不是这样？有没有？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是不是这样？好，那你看呢、哦？那怎么对身体的现象放空，也是一个修炼的方法、啊。比如说，那一个人生病了，那你如果很清楚的接受说，生这个色身，就像佛陀讲的一样，对，它是地水火风空啊、哦，等于说这五界的暂时性的一种汇聚缘起的这种现象。所以呢，它四大五大啊、哦，随时有可能不调。因为这是一个缘起的变化，所以呢，那你面对这个身体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呢？随时放空啊，什么意思？不会被这个身体的现象呢，比如说他的不舒服的状态啦、病痛的状态啦，啊，然后呢，你的心怎么样？会让他跟这个身体呢做最好的那种互动，而让心呢对身体呢不会被身体做那种过度的那种干扰，是吧？甚至会怎么样呢？心灵对身体呢，会很自觉性的去释放，而不去抓取，是吧？为什么？就是刚讲第一个啊，因为这个色身它本身是一个无常缘起生灭的现象，这叫什么？色无常，哇！就是色无常，刚不是讲吗？佛陀说，一个人如果自觉性的去观察这个生命的实相，他就会看到怎么样呢？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它是无常生灭的现象，而且这不是一种概念，因为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对，好，那你看你的心如果领悟到了、理解到了，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当面对到我的身体有这些不恰当，就是说不愉悦的状态出现，甚至病痛，那我们就能怎么样呢？该医疗的当然要医疗啊，但是知道它是缘起而生灭的，所以你看，你心会放下对这个身体的现象的一种执取，有没有？保持在怎么样？只是对它的变化保持如实知，有没有？然后知道它痛，然后随时呢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平衡，有没有？所以呢，身体的状态它就不会再变成心灵的压力，啊，它不会变成心灵上面的垃圾现象，有没有？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啊，你看，所以这样呢，就能够对这个身体的这些我们说这些障碍呢，产生一种溶解的现象。你能够去消融，我们说能够去放空，对。然后第二个层面再去看，你只要没有任何预设，我说没有任何预设的，就是说，你看，因为像我们被训练的过程当中，哦，是以自我意识。然后，自我的价值观、自我的欲望的满足、自我实现做中心，啊，其实那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生命的盲点，对。那你再去看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把这些都放下。你看，哈，身体它是无常生灭的啊，那我所经验到的这些快乐的感受、痛苦的感受，或者不苦不乐受，有没有？我的种种念头，我的种种想法，我的种种要，种种不要，有没有？我对这些身，等于说刚刚是讲身体的现象，那这些心灵的情绪的感情的精神的这些现象，有没有看到？它都是随着我们这个六根的这个报身，等于水流的那细密经验，有没有？接触到境界之后呢，随着当下的那个缘起，它就反应了。所以它也是怎么样呢？你看，所以感受它是随着接触到境界而会有感受升起。合意的时候呢，觉得快乐；不合意的时候呢，会觉得肮脏、肮脏、闷闷的、不耐烦，甚至变成越来越大的那个嗔心，这个叫做苦受啊。然后中到境界的时候呢，会有种种的念头、想法产生，哎，然后在感受在念头当中呢，又会不断的衍生种种的冲动啊。那我们的心灵呢？除了刚刚讲说对这个身体的现象，你看你就看到对于觉受的现象，对于念头的现象，然后对这种意志冲动的现象呢，随时在这边滚动，啊，一直在这谁？但是你看到它什么呢？这些感受、念头、想法、冲动，或者对于这些现象的觉知，看到它，它都是缘起的啊，看不清。随因缘在升起，也随因缘在灭去呀、啊。然后你看，这是我们没有带着任何假设，没有带着任何前提所经验到的事情，不是这样吗？干不起。
是不是？这不是你认为对或者不对的问题，也不是你要或者不要的问题，因为生命实相它就是这样在发生，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看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说，或者说很喜欢说啊，很快就进入这种五六十岁的状态，有没有？然后他身体就这么疲惫，然后就这么没力，谁愿意这样呢？没有人愿意这样啊，不是吗？但是你做得了主吗？做不了主，看到没有？其实这个叫做没有预设的，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在看这整个存在的实相，你就看到它是什么？它真的就是无常，它就是随各种因缘条件在生灭。这个色身它是一个四大的组合，然后所以佛陀甚至会这样讲呢，他说、啊、有一个聪明人真巧的人那些人呢，他举那种例子，他说他养了四只毒蛇那这四只毒蛇呢怎么样，你要养它，要给它吃，有没有？然后常常呢还有那个洗澡，就是把这些毒蛇洗身躯，有没有？然后要给它睡，有没有？点不起呢，你要给它带出去散步如果没有的时候，一直给你个爱爱叫你是一个真巧的人，佛陀问说，这样你敢要饲这四只毒蛇？你要不要养这四只毒蛇啊？那你看，这就是我们身体的四只毒蛇，不是吗？你看，只要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你看它随时不调，有没有？身体就不舒服了，甚至就可能变得病痛，甚至可能极痛，甚至痛到你没有办法忍受，有没有？甚至痛到会想要去死，你看，这就是四只毒蛇啊。但是你看我们平常怎么样呢？都是为了他，对吧？都是为了他，不是吗？你看我们工作，哎，为了他，哎，我们吃饭为了他，有没有？我们睡觉为了他，让他休息呀、啊，我都为了他。你看到没有？四只毒蛇，他就是把我们的心，有没有？几乎对一般人来讲，所有的生命的能量都在为这四只毒蛇服务。你服务就是这毒蛇啊。但是结果是怎样？他们变白，对吧？面皮裂起，对吧？目睭会变烟嫩，对吧？然后嘴齿牙会动摇，对。然后呢，背会开始弯下去，对。然后呢，肌肉会松弛，然后关节你会觉得他那个僵硬的，没有那种活力的，没有那种弹性的。没有病也会老化，对吧？然后到最后呢，怎么样？先进冰箱，哎，然后再进火炉。哦，但是为了这个四只毒蛇，看到没有？身体的实相它就这样哦。那你看你这个地方你要去反省的，哎，因为一时间的经验是安那样，所以这个情况不是说我要安怎就会安怎呀、啊？它不是为了满足我的自我而存在的、啊，它是一个宇宙的自然的缘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没有？所以它这个色身无我啊，所以要懂得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色身的这种无常生命的实相来看色身，有没有？你就能够随时放下对这个色身的现象的执取或者不恰当的对待所带来的这种痛苦烦恼嘛？你看，能够对色身放空，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刚提到说，你看，你如果对于这个身体的实相没有一种如实的这种认知，那你看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当这个身体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是会完全以自己的概念，以自己有色的眼睛来做投射。那所以呢，它常常就会变成身体的现象，会变成心灵上面的阻碍跟痛苦，也变成安慰。啊、所以建立了，等于说建立了正见，如实的在对待生命，才有办法重新调整我们从小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跟思想认知。那刚才又特别强调，你看我们不戴眼镜的，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的来观察生命现象，真的就是身心的无常变化缘起的流动。所以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实相来看，那你会发现他生命他是怎么样呢？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像一条河流。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身心是一条能量的流动，就像条能量的河一样，它没有终点，无始劫以来就这样，有没有？所以它也没有起点，它是这样的一种丰沛的能量在流动啊。那当然说会有这个现象的产生，佛陀有另外的这种界定跟那个看法。那至少不管它是明或者无明，对不对？它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嘛。明的时候是明的能量，无明的时候就是无明的能量嘛。啊，那你看呢？那如果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然后如实的来看待这个生命现象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是这样而已啊，啊，它就是一股能量的流动，一条像河一样的能量之流，能量之河。身体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出道境界所升起的苦乐受也是这个样子啊，升起的种种念头也是这样啊，升起的种种冲动也是这样啊，有没有？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否定的？好，那你看到，你如果从心里头去确认这件事情，那有件事情它就发生了。哎，所以刚讲，所以对身体的这种状态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不会有很多的执取，你只会恰当的对待，好不好？因为它是一个无常生灭的现象，啊，所以呢，它不再变成你心灵上面的负担。比如说，伊若要老，伊若要病，伊若要死，是不？啊，是身躯无爽快，你会知道说，伊有伊的缘起，啊，那不是它不需你的心灵不需要受到身体状态的影响，就会变成你一种自觉性的修炼的，有没有？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自觉性的。放空自己的心对于身体的这种执取，所以要建立正见，对不对？这是身体上面的，哦，那你再来，我们刚讲感受，我们一般人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所有的甚至应该讲所有的众生都是被受给驱动的，觉受、苦受或者乐受。所以你看在佛陀的这个四念处的修法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受念处的修法，就对于觉受的观察，然后他又特别辟出来谈觉受，有关觉受的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很多篇。因为呢，你看我们会不自觉的，众生都不自觉的，比如一身躯不松垮的时候，是就马上变成苦受，苦受的时候，他马上变成他心理上面的不舒服，而且会变成怎么样呢？他的心会马上抗拒他，他会马上又抗拒他，哦。所以他在不自觉的状态，因缘与身体的这种不合一的感受呢，变成心灵上面的苦受跟冲动，啊，那或者呢，你看那在众生呢，他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追求那种快乐的觉受，啊，我们一般讲叫什么避苦趋乐嘛，等于是趋那个乐受，找那个乐受，不管你是大山或者小山，有没有啊？或者说，哎，你看我们在吃东西或者在干嘛，你会发现我们会随着身体的或者说心灵上面的那个倾向，啊，每个人的倾向不同，对啊，所以呢，都会不断的去避苦趋乐，去找那个乐受啊。所以佛陀说，历劫求选择，纯苦无沾乐。为什么？说明它是一个无常生灭缘起的现象。那我们不自觉的都要去选择，选择什么？选择合自己意的才会快乐嘛，选择合意的觉受，合意的想法，选择合意的境界才会有合意的觉受啊，啊，那所以我们会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选择，啊，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到那对阿内讲好不？敬啊敬的敬掉未停敬的，好不？伊就变成那样，你得不断的在敬，不断的在敬，但这里头有秘密的哦。当我们不自觉的怎么样，不断的在谴责。不断的在检测，每分每秒在检测，哦，我今麦在南家好好，你想，哎，我靠，可怜，看老累了，有没有？哎，跟我老公坐在这边不坐，哎，就想，哎，看电影比较好哦，有没有？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的心不断的在检测，不断的在检测，就会进入两种状况，一种就是你一直在向前，不断的被冲杀，投射在未来去了，或者就怎么样呢？你想讲无卡在安尼较好，有没有？还是无在我讲我卡在安喏？你会不断的去对过去。会有那种调回的心，然后对未来呢会有那种高举的心，然后不断在这边会很不平衡，很不平衡的当下就是在做什么？就是在做不自觉的那种抉择，抉择底下的惊吓，啊，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敢有看到这个美感？所以我们内在里头众生不自觉的在避苦趋乐，其实是生命里头非常致命性的盲点，因为没有看到心灵上面不自觉的避苦趋乐，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呢？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安住在当下，心没有办法安住在当下的时候，就会随着身心的觉受而引申起来的种种念头跟冲动而流转。所以这人家心嘛，在这白日梦还是黑日梦，有没有？那这个意思，他没有办法全然的活在当下。为什么？因为野心的境，隐在的境上，啊。所以这个叫做历劫求选择，存苦无暂乐。2500年前的悉达多，他讲这句话是他生命经验的总结，也意思是讲，我呢一世人，一世人安尼境，好不好？啊，唔知几千万劫来安尼历劫嘛，啊，那个印度的那个数字里头，劫是。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那个时间呐、啊，历劫求选择，他见马其龙通过。啊，其实你以这个意思，不是讲见的龙通过，那热天那个是见食西瓜是快乐啊，是不是？你说哎，那你想哎，那佛陀讲是不是讲错了呢？他在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也讲有苦有乐，但是为什么历劫求选择，存苦无暂乐呢？当你有所选择，想要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对于当下境界的抗拒，所以就会变成对于过去的这种那种我们说那个向循或者对未来的这种投射，让心呢，你看它就在这种不稳定、不平衡的动荡的不安里面，所以在那个状态里头，你看它就是在避苦趋乐，所以呢，每在避苦趋乐的当下，当然怎么样，只有苦嘛，所以苦你才会想不要这个现在有没有？你想才会想要待会要怎么样嘛？所以你会不断的避苦趋乐，不断的在这边选择，这样看清楚这个问题了吗？所以事实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解脱不是很远，看到吗？你如果了解这个秘密，你就看到说，你会发现说，当你只要你的心停不下来，你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跟安详可言，有没有？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很自觉性的活在每一个片刻里面，就是我们一般讲叫做活在当下，有没有？你看你的心都会在一直不安当中啊，你看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心又是都是被塞满的，又就等于说你没有办法对于当下的觉受采取一种平衡而无所抓取的心，有没有？所以如果乐受的时候呢，你看你就啊，抓得很紧。苦受的时候呢，你就拼命想把它推开，有没有？有没有放空？没有放空。所以呢，对自己所经验过的这些生命的觉受，你要如实的去观察它，它的味到底在哪里？它的滋味到底在哪里？哎，但是有这些滋味，那它的痛苦烦恼又在哪里？那你的心面对这些苦乐受，如果不懂得它是一种无常、生灭、随缘起的，所以如果不如实知当下，如果没有正知这件事情，心就会不自觉的怎么样？历劫求选择，你就会不自觉的避苦趋乐。那在不自觉的避苦趋乐当中，其实就已经进入一个痛苦的轮回里面了，对吧？对于这件事情。你要有正确的认知，因为这是生命的实相。了解了这件事情，所以会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很自觉性的怎么样，平等的对待任何的觉受啊，方法啦啊。刚讲，你看平等对待身体的这些现象，现在在讲平等的对待你总升起的种种的苦乐受啊，那这样你就不会被变成感受的奴隶啊。你看像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自己去观察，你看小孩子就知道，小孩子他在快乐的觉受有没有，他乐翻天的，你看被那个乐受抓住了，有没有？小孩子在痛苦的时候，如果他可以反抗的时候，有没有？他是叽叽叫的，他是整个脸都涨红的，很痛苦的在反抗，被苦受抓住，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这是发生的，这是生命实际上在发生的。那所以那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不断的在追逐乐受，不断的在抗拒苦受，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啊，你也真忝，
你会变得很累，因为你有的很多的情况是你追不到乐受，啊，然后呢，但是呢，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追逐乐受，所以你让你没有办法安住在当下，所以你的当下就会变成是痛苦的。你看，说很多，比如说我们说到最后心灵上面有很多问题的，就是这样来的。他在追逐，他在追逐那些他认为他合意的，他要的那些觉受那些境界啊，所以呢，他现在的境界他就不要。他就不要啊！他，你看他，只要他抗拒他当下的境界，他就在受苦。一点的虚空，哎，那虚空，一点不外界的境界，所以他会怎么样？他的心就会晃动不安呢、啊。他就晃动不安。那如果可以喝酒，他喝酒；如果可以跑出去看电影、找朋友，他找出去。那如果怎么？你看他的心灵会变得很无力，看到没有？啊，所以对于身心当下的觉受，如实知他的升起。你看他在升起，那在这时候知道他升起，对不对？如实知道当下的身心觉受的缘起，你看到他，他是什么样的因缘条件而升起的？然后呢，你如实看到当下的这样的觉受，他的苦，他的乐，看到说自己的心可以怎么样来平等处理、平等对待当下这个觉受，这种是在物件，有没有？你看，所以你看，你当下就能够。放下对这个觉受、苦乐受的这种执取，变成一个自由的心，所以你说要放空。第二个层面，对于当下的身心的觉受，要有如实知见的能力，而能够怎么样平等对待，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你看，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跟念头，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自觉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训练成不自觉的去避苦趋乐，而且认为这样才叫做聪明人，然后这样来满足自己，然后这样来追求成就。所以对于生命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就刚刚有同学提到说，啊，你认为这天下有多少人在学佛法？不会有多少人呐，不会有多少人。不会有多少人？你说现在六十亿人口嘛，对，60亿人口，你想要有多少人在学佛？拜拜的可能多，宗教信仰多了，有没有？那你说多？你说在大概也都是在亚洲世界而已吧。你如果说有所谓的佛教信仰的话，那你说它能够超过有1000万吗？好，那假设2000万好了。那在这些2000万的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种业行当中，然后变成有自觉性的在学习佛陀的智慧的，我们说的所谓的原始佛法，有没有？你发现就少少儿了啦，所以本来就很少啦，啊，本来就很少。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这种问题，因为在这整个文明，你看从家庭、学校教育。被塑造的过程当中，不是在教育我们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而是活在自我的幻象里面。有没有？我们是被教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去追求功名利禄啊，有没有？你要去追求成就感啊，你是被教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只有很少的人，很少的人达到那个点，说，哎。他要自觉性的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你不要以为说学习佛法的人就要这样哦，没有哦。学习佛法有好多个层次嘛，有的人他不是想要活在这个，不是想要学习说，哎，活得像佛陀一样活在真理的层次啊，他可能他有很多的其他的那种目的呀，那这都跟他的中心思想有关系呀。好，那你看，所以呢，很少人能够自觉性的活在实相里面。那其实我们要这样讲啦，自觉性的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那种人是怎么样？他已经是一个见法的人，甚至是已经见法之后自觉性的在修道了嘛？信不信？你看，那我们不然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满足我身体的需要，有没有？满足我心理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在受苦，一直在追逐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满足自己心理的需要，有没有？有那个追逐在，
有没有就会有苦嘛？佛陀四圣谛里头的第一谛有没有苦谛？凡有所求，皆苦嘛。但是这里要有一个重点哦，有所求皆苦啊，是你们这个学佛法的人在讲的啦，有没有？我们凡无所求才皆苦啦，有没有？无所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被踩在脚下啦，有没有？我会觉得我活的生命没有意义啦，没有快感啦，没有冲劲啦，然后会很灰色啦，啊，不知道干什么，有没有？那他当他无所求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变得生命没有意义呢？你知道这个盲点吗？你能看得出来，因为他内在里头设定要有所追求，生命才会有力啊。所以呢，当他不了解这种生命的盲点的时候呢，他大部分的人有没有，他好像他没有内在的动力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无明的那种沮丧，生命就变得无力了。但是修行人其实跟他一样哦，反而是怎么样，没有在追求。但是修行人的没有追求是心灵的震动频率会非常高，他的心灵是会非常快乐，因为他知道他活在真正生命的实相里面，对不对啊？那从我们再回来好了，你看，所以对于这一个我们认为，你看从小被训练成我们要追逐快乐，要逃避痛苦，追逐快乐逃避痛苦，它本身就蕴含着很多痛苦的根源。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乐，什么是真正的苦，它根本不如实知，而只是变成满足自我的欲望就叫做快乐，不被满足的时候就叫做痛苦，所以它就不自觉地进入一个痛苦的漩涡里面。那当他欲望不被满足，甚至会怎么样呢？怨天尤人，对，所以他这种怨恨的心、嗔恨的心，如果没有办法消融的时候，你看身体会受影响，有没有？慢慢会怎么样？失眠，然后忧郁，对，情绪会不好，就变忧郁症啦。那如果再处理不好，有没有？就变成有那种躁郁的现象出来啦，就这样来的。所以这边记清楚，对，对于这个我们认为好像很重要的啊，生命的唯一的目的有没有？避苦趋乐这个盲点，自己要去突破，常常要去思考佛陀讲的这句话：历劫求选择，纯苦无暂乐。直直经，直直经，我到底会经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举手，敢举手吗？你看，你能够选择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看到没有？你敬的拢未是快乐的，为什么？你敬的拢是无常的，你敬到拢是缘起的，你敬到拢是随时生起来，随时得灭去的，你知道吗？佛陀就是了解这点啊，所以他不再拣择了，那他就活在这整个生命的实相里面。在中国禅宗里面，有一篇非常棒的那个禅学禅宗里头的那个经典，就是三祖僧璨的信心名。信心名啊，就是有信心没信心的信心，然后名就是金字旁再一个名字的名，信心名。前面四句话就是这样：大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爱憎，洞然明白。大道呢，就是真理，要活在道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困难。麻烦在哪个地方呢？危险拣择，下面是下面呢？麻烦的是这位呢，人的心面随时在变价。拣择就是选择嘛，选择有没有？经历盖也，白特利不盖，就叫做拣择。大道无难，危险险呢？险你管拣择。那你如果能够怎么样呢？淡漠爱憎，你看触到当下的境界，没有去投射嗔心。也没有去投射那个贪欲的心，贪欲的心爱嘛，憎就是嗔心嘛，淡漠爱憎有没有？然后怎么样？洞然明白，你当下的心是一种全然，有没有？然后就能够临照当下，就看到什么呢？当下它都是无常生灭的啊，所以你的心没有任何的那种执取，有没有？这个才是你看真正的乐，在里头境界拢安尼，哦，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以你也没有任何的选择。所以大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爱憎，洞然明白。有没有？所以他停止了那种避苦趋乐的现象了，他停止了那种避苦趋乐的无明的冲力了，有没有？
他停止了那种力竭求选择的现象啦，所以他怎么样？他变成自觉性的活在当下，啊，所以能够对于当下升起的这种苦乐受有没有明觉而不随转？那事实上呢，他的心灵的那个浸润的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无所抓取的明觉的状态，啊，那掌握这个原理的，你看其他的就一样了。念头也是这样啊，有没有触到境界，我们的念头就会升起，那就是脑袋的运用嘛，啊，脑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人类到现在有没有在这整个那个六道众生当中发展出来的那个最大的武器就是这个大脑嘛，有没有？它现在不止人脑，还会发展电脑，人脑，但是呢，脑是一种思想的工作机器。那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办法去驾驭思想跟观念的时候，就会变成观念跟思想的奴隶，有没有？然后呢，你会生，因为触到境界升起某些不恰当的念头，你看你的心就停不下来了，嗔心就升起了，或者说就是觉想相续了，啊，所以刚刚提到那句话，佛陀说要正观五阴无常，要看到说我们六根触到境界升起的这个身体的现象是无常的，感受是无常的，我们认为的，你看要看深一点，你认为的理所当然的那些观念，那些价值观其实也是无常的，我们脑袋里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资讯系统其实都是很片面的，爸爸妈妈的影响，社会的影响，有没有老公老婆的影响， 老师的影响，同侪的影响，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要自觉啊，影响你的人有没有？在这个六十亿的人口的芸芸众生当中，只不过是少数嘛。我意思说，你生活的境界里面，在你认为的有没有的这些所谓对的是非对错、好坏美丑这些是非善恶的观念，其实是在非常小的世界，你的非常小的世界的那个人生经验当中接触而形成出来的，干不起，这样看得出来吗？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对于说啊，会认为说我表达我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有没有？然后我的意见、我的观念是多么的了不起，有没有？你常常就会发现呢，很多思想、很多观念，它都不是了不起，对不对？它是起不了，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常常都会怎么样呢？你讲你的，我说我的，有没有？然后那个鸡同鸭讲，哎，那每个人呢，其实在工厂，你在工厂的时候，我们不在给你听；我在工厂的时候，你们不在给他听。啊，种各行其所事，各事其所非，其实是讲安尼。那我在讲是什么呢？其实呢，众生就是这样，所以各自的所接触的企业生命的界面。生命的界面经验到之后呢，形成了他种种的思想观念，我们叫做意识形态而已啊。法国哲学家有一个那个叫做阿图舍，二十世纪的时候，他就脑袋用的太多了，但他没有办法平衡下来，没有办法超越思想观念，所以后来他发疯了。但是呢，他的见解是对的，他说人呢，常常只是他的生活意识所呼召出来的一种那个生活意识形态的衍生物而已啊。那如果再放古老一点，就像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思想的动物一样的，问题是这个思想不是仿诸四海皆准的，亚里士多德的很多东西都错，这个是对的人的思想也是在境界当中在变化啊。你看那个拉布拉多的思想跟黄金猎犬的思想不太一样哦，跟野狗的思想又不一样哦，然后跟台湾狗的思想也不一样哦，啊，另外你的循环、你的讲述的标达不一样啊。那拉布拉多不会以为说我这个全部都是我对的啊，哎，只有人会这么多的盲点啊，这样啊。其实人的所知所见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在那个你看在庄子里头都会讲这种以管窥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活在一个那个井底的一个小世界，然后这样看天空而已啊，然后以为看到的就是整个广大的天空。要有这样的自觉，每个人都这样，
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众生会随着他的六根在住进而升起的种种想、无量想，然后呢都不一样啊，所以他都怎么样呢？从这里头更看得很清楚，它是无常的、缘起的、生灭的，随业在发现的。后面这句话很重要，随着众生各自的业力在发现他自己的世间经验，随着众生的业力在发现、在解读自己的世间经验，众生等安那俩啊，所以你会怎么样呢？所以这样你就清楚了啊！所以碰到别人对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看法、他的想法有没有？我们都怎么样？会很尊重，但是不会很在乎，这个很差别啊、哦！你尊重也行话，所以你会想去了解他，但是你不会在乎，就是你不会太执着，因为就像你自己一样，随时观念思想都会变，啊，所以那个沟通的空间就会大，有没有？那你就。对于自己或者别人的这些思想观念生怎么样的意识形态，你就会怎么样看得开啊，没有那个执取 啊，所以这叫做放空。你能够对于这些念头的现象，我们说在佛法里就是享受因，有没有思想观念的这些现象呢，了解它是缘起的、无常生灭的，所以呢能够随时自觉性的平等的对待。那如果说对身体的现象如实知它无常生灭，所以能够随时舍离平等对待；对于身心的觉受如实知它无常生灭，所以怎么样也能够随时平等的对待；对于自己跟别人的种种思想、种种状态、种种身心的状态，你看你也都能够这样去对待，看到没有？苦大概灭了80%以上了，放空啦、啊，哦，你等于说对于我们一般人，你看我们是会被身体的现象、感受的现象，或者说念头的现象驱动形成我们的意志。啊，所以你哪了解讲身心的现象是无常生灭，就是身体感受跟念头是无常生灭的，甚至往往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应。所以呢，你就不再去摄入啦。没有那种强烈的自我意志去摄入，所以触到这些自身或者别人他身啊的身体的现象、感受的现象或者种种思想观念，你就能够有一个，你看你那个回旋的空间非常大，你没有那个强烈的自我去摄入啊，所以你看你就自由啦，这就叫做放空。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你看我们不会去投射意志的冲动嘛，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呢？对于现象的发生有充分的觉知，如实知它是生灭的，来看到它当下的这种生灭，更进一步看到它里面的那个缘起，来所以呢知道说怎么样对待是一个最恰当的方式，来抗拒就会有苦，抓取有没有也会变成苦，所以只能怎么样呢？随缘适当的对待，用一种平等心去对待，所以内在里头没有那个不恰当的冲动升起，你看你就会变成活在一种当下里面，活在一种临场，有没有临在生命的心灵的一种临在，如实知当下的现象，能够做恰当的回应，但是心怎么样？心没有任何的摄入，这就记住了啊，修行方法啊，那这样呢就能够导向一种比较。我们说哈，自由，然后真正快乐跟喜悦的生命状态了。好，那我们那个再休息一下。那像我们刚刚谈到，有没有？我们在这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几乎哎，就是在一种完全没有自觉的情况底下，在流转，所以你看我们会不自觉的避苦趋乐啊啊，那不自觉的要身体来配合我们的需要啊啊，那不自觉的要我们那个别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然后这就是习气，其实这就是习气，这个就是习气，
只是我们没有去自觉它，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这种避苦趋乐，然后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境界，不断的在境界当中去选择，对吧？不断在境界当中回避这个，逃避这个，抗拒这个，要去追逐这个，要去追逐那个，这就是一种最根源性的习气。所以佛陀会讲那句话：力竭求选择，因为众生拢安尼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这习气，我们都不断的、不自觉的在境界当中呢，在选择，所以从来不是活在一种很自觉性的无选择的状态，这个有点难，对不对？比如说，你看像我现在这样看过去，我觉知而不会认为说当下的任何人、任何衣服的颜色有没有对我有什么样的差别？我如实知各种不同的颜色，对不对？但是心呢，完全没有抗拒啊，就这个意思吗？也没搞得啊，就叫做无选择。所以我们面对在六根处境的时候，当下这种存在的状态，你如果先建立起正见呢，内身外身有没有？佛陀讲的内在的身心现象，他人的五阴现象，跟内身跟外身，就自己跟别人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境界，它都是怎么样呢？缘起的、无常的、生灭的。所以你会变成怎么样？做最恰当的回应，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去做投射，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有没有？那你看，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的时候，那变成怎么样？不是活在过去，就是变成活在未来，啊，啊，不然你看会较好未啊？啊，就是过去安怎，所以安怎，有没有？等于说，你会心没有办法全然的面对当下的处境里头，最恰当的来运用你的脑袋。这里是一个很深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自觉性的啊，就是你没有自觉的去超越原本常识起以来，你看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自以为是的思想、自以为是的这种避苦趋乐的这种内在的驱力，有没有？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们会完全活在自己过去以来的习气业力里面，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那你再看哦，那这个习气业力，你看它会跟你的成长过程、跟你的原生家庭，其实它就在那里头息息相关。所以你就等于你没有超越过去，就等活在过去里面，是被过去的习气业力给限制住的。啊，所以也就等于怎么样，就会变成像阿都舍讲这样，你只是活在你自己的生活的意识形态里面，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有表层、有潜意识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就是被这种生活的意识形态给控制住啊，做到这种境界，你就升起什么样的想法跟念头，所以呢，情绪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就产生这样的冲动，是吧？都不是一种完全，就是不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那种心灵啊，所以呢，变成简单来讲，就变成脑袋的奴隶。过去的经验只不过是你的记忆而已，那记忆就是脑袋的运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吧？啊，所以当我们一直活在这种大脑的这种思考跟记忆的库存底下，它就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没有办法活出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心灵状态啊，因为完全被过去的习气业力的经验累积，有没有所形成的那个库存给控制住？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想一下好了。你看啊，你们曾经有过最痛苦然后最强烈的情绪，背后支撑着你们形成这么大的，就是让你们痛苦的非常有理由，有没有？那的那个思想观念是什么？绝对是你过去认为的，所以他抗拒当下啊，所以让你呢痛苦的理所当然。那是这样，那就什么？就是被大脑给控制。所以一个真正在生命上面有体验，他会发现这种事情当下，其实他这个不难啊，他不难。有的人哦，有的人体会到这个生命的实相哦，
他是在一个巨大的痛苦里面被震开的。那其实很多人也因为自己的这种痛苦的生命经验，所以才会朝向这种体，就是追求这种究竟苦灭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证到那个实相。我跟你们那个分享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有个朋友啊，他跟他太太结婚3年左右了啊，那他们感情不错啊，但是因为年轻嘛啊，他们之前没有上过周老师的课啊，所以不知道啊。那男的以为说结婚了就没事啦，啊，所以他一样做他自己的事情啊，然后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头啊。那常常他那个不太在乎他那个老婆的那个情绪啊，哦，然后晚回家，然后那个不回家也不打电话啊，好，哦，然后那个，所以后来他那个他老婆觉得他很不受到尊重。然后那个觉得这个男人呢好像呢毁灭了他的幸福这样。后来他们上班嘛，啊，就他们呢就那时候的那五G现象很流行那时候了。那他公司有个主管就常常一直对他软言软语的啊，哎，不告啥才会啊，对方好像40几岁嘛，哦，然后那个老牛吃嫩喷嫩草这样啊。然后说好时候，那结果那个女人，那个女孩应该算女孩子而已啦，哎，她还是很爱她原本这个先生，但是结果就劈腿了，就劈腿了。那他这个男孩子呢，他也很爱他的老婆啊，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经营婚姻生活而已啊。结婚不到3年，他就劈腿了，啊，那个男的他不知道啊，啊，后来他有一天他老婆就那个。决定，因为你看两个人有他的真诚的这种感情基础，然后他老婆就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他就跟他先生讲说他有外遇了。他这个男孩子呢，后来跟我分享那个经验，他说他在那个当下整个脑袋都碎开了。什么意思呢？完全没有念头。而且怎么样呢？他发现在他完全没有念头的那个状态里，是非常高兴的、喜悦的。金德边哈，你看，其实这是我们知道，说是被强大的痛苦给震碎的新的状态，脑袋没有办法运作，整个人好像震开了这样。啊，后来他有那个，他因为他也慢慢在学习这些心灵课程嘛。那看他听我讲一些东西，他说：“哎，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这样。他就是体验到那个空性，心完全在明觉当中，脑袋停止运作。”他说他老婆继续在讲他跟那个男人的事情，然后对他的抱歉怎么样，他都清清楚楚，但是呢，他的心都没感觉，但是呢。没有多久的时间，他又落入那个状态，就变成抓狂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一样一个人哦，一样一颗心，对。原本在那个没有落入自我意识、脑袋停止运作的状态，他体验到的是那个自由自在的、纯然的那个法性、那个觉性。但是他脑袋又开始运作，一进入这个自我意识，痛苦马上升起，强烈的嗔心升起，变一变的，一样一颗心，你看。哎，当被这个巨大的痛苦，等于说他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那个抗拒，对，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你看他被震开，脑袋没有办法运作，进入那个空间里面。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又落入自我意识里面，所以就在那边纠缠，然后跟他那个老婆呢，那边那个就是扯很久了，他们也厮杀了好几年这样啊。那我讲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啊，借由这种这么短暂的啊，那个毕生的那种很难承受的那种痛苦的经验，他就把它弹到那个解脱界了，你知道吗？弹出去啊！但是一当着不知，他不知道说那个就叫做法性，那个就叫做觉性啊。所以呢，
会变成怎么样？他诉说说，哎，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心站在高处，然后看着底下发生的事情，他也觉得好像他坐在这边跟他那个老婆在讲事情，然后他只是静，这个人呢，这个时候静静的听他老婆在讲话，也心里癫狂，啊，该不是坐下来，跟我们那个投胎一样，总共一心都坐下来，啊，所以就变成跟他老婆在那边吵了。那个出去只是保持在一种觉照的状态的，就叫做灵性法性的状态，坐下来心就变自我意识。所以你看那时候变成就进入脑袋的运作了，你敢分得出来？一点点的哈，就这样。你看你进入脑袋的运作，完全是你看你的观念跟思想。那你如果由心来运作的时候，它当下的现象只是当下的现象，你的心没有摄入，没有摄入不表示对于当下发生的事情没有觉知，不是，而是没有落入原本脑袋所构设出来的是非善恶应该不应该那种状态里面，这样清楚吗？所以为什么修行人会快乐？为什么那些大禅师他们会快乐？为什么他们活得那个像天真的小孩？就这样来的，因为他不是活在他角里面，他是活在真正的究竟实相里面。那脑袋的运作只是随着他六根触境，有没有？他也赶快的听到声音，看到影，他也要用俗相啊。但是呢，他知道这些是什么一回事，他完全没有抓取。他知道生命的实相是那个没有办法言说的，有没有？大道无难，危险简择，有没有？纵使是老婆在谈那个外遇的事情，但是他心里怎么样？没有任何爱憎，哇！一动端出去啊！动然明白，完全在一种明觉的状况里头在倾听。但是你看一摄入，哎，这个是我老婆呢，然后那个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一摄入掉进来就发疯了，得个起笑啊，他是这样吗？我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苦，生命里头的苦，不是真的那么不可开交。生命里头的苦，造成那个苦的是什么呢？那个魔鬼是什么？你的大脑，你的记忆，你的脑袋里头的那些是非善恶好坏对错，你认为坏的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有没有？好的应该发生在你身上，就这样而已。你认为你的是对的，别人的是错的，所以你就会受苦，它就这样而已。但是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限，而且错，那叫什么？就是错落的很片面的那些经验而来的所过滤出来的一些思想的执着而已。那就好，另外绝大多数的生命有没有都在这边受苦？受什么苦？受大脑的苦，受记忆的苦，有没有？他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你看举那个很简单的例子哦，我们最近还有个朋友啊，因为他在修行上面他蛮用功的，所以他过去的那个一些那个生命的那个记忆啊一直跑出来，他才发现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已经那叫什么，不只是忧郁症啊、是已经那个进到那个忧郁症的那个强迫症的那种状况，他没有办法停止他的念头，甚至呢会发抖啊。但是因为他已经学习了四念处，然后也懂得这种四圣谛的这种修法，他那个状态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刚刚我跟大家讲说那个先生老婆跟他谈他外遇的时候那个状况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在修学四念处就是保持对当下的觉知跟念住嘛，那他发现呢，他的那个念头过去的那些很痛苦的生命今天在那边涌动的时候呢，他只要保持觉知，像临在的这种觉照的时候呢，念头啊什么样痛苦的经验在这边生灭啊，然后在这边涌起啊，他都没有问题，他还是可以保持在觉照的状况。但是呢，只要他认为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我的时候呢，他就进入里面了，一直落下来啊，这就受苦了，一直怎么受苦啊，这样啊。所以保持对于境界的如实知的那种觉照的心理，你看那个时候知道事情但是苦昧，那是你进入在一个自我意识的那个跟境界的那种对抗当中的时候，你看苦就升起，能看吗？所以你如果等于说像刚讲，你了解到说，哎，身心的现象，
哎，身体的现象、感受的现象、起心动念的现象，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这个心所经验过的这些生命的经验累积在你的大脑里头所形成的那种记忆的影像。所以在这个缘觉经里头叫做什么？六尘缘影，有没有？透过六根接触这些六尘的因缘而形成的影子而已，六尘的影子而已。啊，但是你看咱活在这个影里面，啊，点不时拢会安怎呢？看到影就生一个囝，好吧？啊，所以底下这就真侪痛苦。你看，见到过去的，你看那是过去的影子啊，过去的观念啊。但是你看，在境界当中，你会变成让你不可开交。你不知道你受到过去的影子有没有那个观念习气的那个控制啊，都弄在家在修课啊。啊，所以你如果说从这里头，你看刚为什么说放空难？你没有这种对于生命实相有没有建立起这种深入的这种正见？这佛陀讲的嘛，有没有？你要能够去正见无常，那你经过正思维，能够听人家这样讲，然后呢去思维，然后进一步去体验，如实的去体验到说真的通过自己的生命经验，它真的是无常生灭，然后呢不自觉的都在这种无常生灭的影子底下在受苦，然后你看到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这么的荒谬，然后呢痛苦的这么的不值得，有没有？然后发疯的这么的好笑，你看到这件事情，你真的看到这件事情才会怎么样？放空，你才有办法随时放空。不然你会叫是怎样呢？你就是这些笨手都不禁，你知道吗？你会一直把垃圾倒进你的脑袋，用你把你的脑袋变成垃圾堆，你不知道说把你从你的脑袋里头把脑袋里面的垃圾拿出来做垃圾减量，然后呢把它丢掉，把它燃烧掉，你不知道反而会不断的增加脑袋里面的那个垃圾，那些记忆，那些是非对错善恶，有没有？那些自己从来没有反省过的那些执取，但是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刚看出来它带来的只是我们会变成这样了，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不好，但是有件事情会很好，记得以前那些不如的事情都不记得，有记那些都记住掉的，新的都没得记得。是圣地是什么？那个听了三个月还是不知道，比如说、但是呢、那个恶心观怎样就怎样，有没有？那个你会记得很清楚，就这样。你反正呢，你看你都活在过去里面，等于说我们脑里头有很多那个神经，有那个触点，那个叫脑触，有没有？然后那个不断的触会形成所有的那个脑沟、那你的整个那个脑袋的那个运作的那个特性呢，它就变成被固定化，知道吗？你 就变成没有办法超越那种过去的习气业力，因为已经变成你脑袋的那个特殊的机制，那个特性。那其实在电脑里头算什么？机体嘛，机体里面的什么病毒嘛，不是吗？病毒，那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病毒啊。那个层次你要自己找出来，对不对？你要看到那个习气，在那样的一个状态里头，那就像那电脑里头的那个病毒层次一样，有没有？因为病毒就会就把那些你看正向的有用的讯息资料，它给你吃掉，吃光光，哇，给破坏去，让你宕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啊，你如果没有办法自觉到这个生命的实相，所以呢就会不断的被你从过去以来的从原生家庭到社会化到学校教育到社会化，你自己不自觉的那个所行构出来的那种避苦趋乐自以为是的那个反应机制，那个习气给控制住，你不知道，那就叫做生命里头的痛苦烦恼的病毒程式，就是那个。那所以透过建这样建筑吗？啊，所以你看，你透过建立正见，啊，建立正确的观念跟思想，我要讲的就是说，不是说这边讲了听听了就算了，不是这样。我没有叫你们那个听了就相信，不是这个意思。
是听了之后，那你看你跟你的生命经验去对比、去参照、去反刍，你就会看到说，哎，生命当中你的脑袋里头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曲角，有很多的那个程式，真的是不恰当的。不恰当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只是带来我们生命里头更多的疲惫，更多的痛苦，然后让我们更不快乐，然后也让别人呢更多的疲惫，更多的痛苦，更不快乐。但是呢，咱偏偏咱买迄款物件，你看，所以就是用电脑中毒一样啊，这个是人脑，对不对？但是你看，你运作起来其实只是一般的电脑而已，你没有办法更新它，看不？你没有办法自觉性的更新它，然后常常都会被那些那个病毒呢在那边作怪。然后你活在过去的那些痛苦的记忆的阴影里面，有没有？而且把那些阴影呢做了很恰当的理所当然的诠释，让你的痛苦变得理所当然。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啦，他是忧郁症患者，他已经自杀过四次。然后有个因缘，那时候住在山上啦，然后就陪他聊一聊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样子。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他会变，他不断重复的就是这样的话。他觉得我对他很好啊，但是别人都对我不好啊，一直这个样。他一直两个钟头的话，他回到这边就是一直讲，几乎就是一直讲这样的话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你看他的就是这样，是我对人很好，但是别人都对我不好，有没有啊？所以你看他跳得出来，跳不出来，跳不出来，知道吗？那你就在他这样的一种盲点里头，你要去寻根探源，有没有？你要能够去追索，你要能够去分析。你看，他就活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啊，沟通对人前头啊，结果你看，那个男朋友劈腿，然后再找男朋友还是被劈腿，有没有？而且跟我的好朋友，然后这样这样，然后我在我对人前头啊，然后都这个样子，然后人家要钱我就给钱，都钱借给他们，但是呢借了都不还，那不止不还我钱，而且还在背后都说我的坏话，说我是一个笨女人。啊、你说这样的女人会不会忧郁症？当然忧郁症啊。那我们会这样看，你看你的生命为什么会不断的挫败呢？而且你谈的，我你对你他对人家很好的那些朋友，依他们所讲出来的特性，你如果正常的去看到对照的人对吧？但是他反而会对他们一厢情愿的好，知道吗？里面有东西的。啊，他里面的这个生命里头的这个盲点，跟他的原生家庭他所形成的机制有关啊。那你看呢、啊、他有没有办法新生活？有没有办法放空？关我没办法。除非怎么样？除非他懂得内观，懂得反省，进行对自己脑内的记忆库存的那种扫描，跟你们在做电脑扫描一样，有没有？你们那个要解读啊，有没有要个检查啊，然后那个看到那个病毒要把它给去除啊，那就是要进行这种工程，不然他没有办法从他那种痛苦的心灵里头解脱出来。严重的叫做忧郁症，有没有？不严重的叫做什么呢？常常精神不好，常常脾气不好啊，一样啊，就是我们脑袋里头累积的太多，让生命承受不起的重了。那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发现其实都只是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观念啊。那些观念你为什么会挥之不去，抓得那么紧呢？跟你对于境界你所设定的那种得失利害有关系。那你对于那种得失利害的那个设定，其实又是来自于你个人的小小的脑袋里头所投射出来的自以为是的观念而已嘛。其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就在这边，有没有受苦的受得很悲剧，有没有？然后悲剧的非常伟大，有没有？跟人家劈腿还要恨人家，有没有？比如说啦，我没有说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在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你看你就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啊，你这个处理不好就变成怎么样？会破裂。你的比如说像这种事情处理不好，你看你心灵就会分裂。有些心理电影、哦、其实对我们学习佛法的内观是很有帮助的啦。后来我观察到这个女士，她就变成电影里头有一部叫做《第三者》，
他就变成那个第三者，而且变成一种，他已经是第三者，而且他人格分裂，你知道吗？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身，就是身边里面。那我们看，因为我们一看就会知道。那虽然知道，但是有时候你就发现，那爱莫能助，看到没有？因为你看，你如果对于生命这个基础，就是正确的观念，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会很不自觉的，在自己自以为是的痛苦烦恼当中，耗损掉绝大多数的生命的能量。性命不是真正那么多苦，如果是这个样子，佛陀他们就不会解脱啊，禅师他就不会那么快乐啊。苦不是不可灭的，但是你不知道那个苦的那个根源啊，所以大家因为不知道啊，然后所以不要面对，或者是知不敢面对，有没有啊？所以呢，都不是在学佛陀的法，都是看到佛陀就拜就拜，有没有？佛陀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不要痛苦烦恼啊？但是我为什么都每天痛苦烦恼啊？但是你继续拜，继续痛苦烦恼，知道吗？但是佛陀教的就是这四个真理，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这个。如实的看到说因缘与对生命的不如实之见，没有正见无常，你就没有正见苦嘛，你不知道生命的这个特性，所以你就不知道说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这本来听好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生的现象，老的现象，病的现象，死的现象，还是拄到无好的境界，还是拄到好的境界失去，还是你的要求的，你的抱负常常落空，这本来就是自然的现象啊，这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啊。但是呢，因为你心里头不愿意去接受这个随时会缘起的这种苦的现象，所以你又怎么样呢？你就抗拒这个苦，你就不断的在苦上加苦嘛。其实只是这样，那在苦上加苦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就是因为你不如实知，所以你会一直想要投射在未来啊，没就变成说，没就是说我嫁到坏人娶到坏某，然后对过去追悔啊，不然就是哎，你要想说阿拜看会安怎，阿拜看会安怎，你看你没有办法直接的全然的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看不断的在避苦趋乐，好吧？伊就是安尼来，伊就是干那安尼尔。生命痛苦要解决这么简单，但是你若是这项代志你看不清楚，你就会一直活在梦里面，活在波尔今天讲那个颠倒梦想里面，有没有？哎，因为你要追求那个追求不到，所以你受苦啊。但是呢，你不知道你受苦原因是来自，不是你追求不到，你有没有发现？你纵使追求到了，到最后你也会怎么样？嘛是神仙嘞，你嘛是呀。你看，像北美馆现在展某内还是在展谁的，有没有很棒的图啦？啊，但是你看哦，你不会每天都觉得它很好看呐。以前我花了二十几万到德国啊，不到法国去啊，去那个巴黎罗浮宫啊、奥赛，还有他们的那个美术街啊，那边逛了两个星期啊。第三次要进罗浮宫去看那些图的时候的景深啊，那不是都是世界名著吗？而且你看，你千里迢迢从台湾跑，都坐了二十几个钟头的那个飞机到那边去，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你那个对于我们这个六根的感官的那个快感，它消失了，没有那种新鲜，没有那种刺激了。那么一般在追逐的就是那个东西啊，感官式的快感。所以佛陀叫做有味嘛。我们认为的快乐是那个东西，我们在追逐的是那种快乐，但是再快乐的东西都会让你疲惫。你看他们好，我们一般好的图，你能盯着它看几天啊？没几天，因为我自己喜欢画图嘛。我的经验是这样，我要画到一张自己满意的图，其实是不容易。那有一天晚上，他很清楚，因为我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那个构思啊，然后不断的尝试，然后画出一张我认为蛮好看的一张抽象画。哦，那天晚上呢，我很高兴，你知道吗？就画完之后呢，那我又对着对
对那个油料过敏，但是我说我又戴着那个口罩，哦，就蹲在那边看那幅图，看得很高兴，一边看一边跟你笑，你知道吗？第三天又拿出来怎么样？一看就也不怎么样嘛，就拿回去了，高兴三天而已。但是用将近一个月的很辛苦的时间，啊，那就是那样的快感，在这个意思吗？那我们的生命里，你要把这些，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追逐的，哎，其实真的，它都只是像那些什么呢？像那《寒山拾得颂》里头讲的那东西，我们在追云，它云是暂时性的聚合，好不好？啊，其实你那话都在混，混的随即在那变呢，这样就是在追云。逐梦追逐，哎，你看梦，你怎么有办法追逐呢？梦它就是在梦中不断的变异的梦，有没有？而且完全不切实际的。我们不断的在逐云追梦，什么意思呢？你不如实知生命的这种无常、缘起，有没有？这种整体的这种全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都在追逐个体所投射出来的那个幻梦泡影，追逐那些想象，有没有？啊，所以呢，你到最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呢，你原本以为小孩子要听你的，你会发现是错的；你原本以为那个老公要听你的，你也发现这个不对，有没有？你以为的，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都不对。没有任何人事物是要来配合你个人的主观意愿的投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有没有都在各自的业力然后各种缘起的条件当中在变化，那在这种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别人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形成的整个的法界也是这样，它不是为了谁而满足的，不是为了要来满足谁而显象的，那对这件事情，你看你如果有充分的认知，从心里头，对不对？我们刚讲你不能天天就算啊，你看要从你的生命经验来反省啊，哎，你有过快乐的经验，有过痛苦的经验，但是它又怎么样？它就只是经验，它就只是缘起，那它也会缘灭。那你如果想要说，哎呀，我的老公怎么样能够在像28岁之前看到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像王八对绿豆这样，有没有？你可能搁想你就当立马不懂安尼啊，没办法啦。那曾经有过的经验它过去了，哎，没办法了，哎，这生命它就这样在变化。但是我们的脑袋里头，你看我们会不断的去构设一些认为说这样是美好的，这样是美妙的，然后我应该是值得那种美好经验的人，有没有？然后结果呢，你看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凡有所求皆苦，哎，你不了解这件事情，心里头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相，然后所以不断的在苦当中还不断的求索，啊，所以就会不断的增长，心灵上面的那种无力感，看到吗？人会老其实不是表示心灵会跟着年纪大而变得没力哦，你有没有发现世间，比如说你说像在东方哦，有智慧的人老到最后还是都有智慧，越老越有智慧。你看老子越老越有智慧，佛陀也是老到81岁还是很有智慧，有没有？修行人须跋陀罗120岁还是很有智慧。那些真正在修行的人，他们身体老了，心不会跟着老，反而会怎么样呢？闭而心诚，身体在衰败，但是他心灵呢，日新又新，日新又新，日新又新，不断的更新，这样没感啊，你发觉？那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啊，我们是身体老，然后心灵上面呢没有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习气呢不断的控制住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变成大脑的奴隶，活在大脑的记忆库存里头，没有办法把大脑变成工具，其实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人老了，有没有？心灵也变得无力了，然后呢有时候就变得进一步有的老化的有一些那个不恰当，就是不恰当的现象出现，甚至会老人痴呆，有没有？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看他老回来人较共的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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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生命的老化啊。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老化，身体的老化未必是生命的老化，但是这件事情呢
只有很少的人能达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病毒侵入啊。啊，所以你们都对在脑啊，心对在脑，好吧？啊，所以你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脑沟、脑处的它那个形态，它那个触点，啊，它一直都是被固定化的，它就是那个样子。三十年前安尼，三十年后嘛安尼，有没有？啊，所以变成牛扛到北京嘛是牛，伊都是安尼来。所以生命它就没有办法成长，就好像怎么样？你看什么电脑里头要怎么样？要更新嘛？你的程式没有更新嘛？那你要去更新这个程式，有没有？你要有自觉，那要有自觉，要有那样的因缘。比如说，你会看到说，哎，生命这样下去，真的就是苦难，没有出路啊，而且是自己摧毁自己，然后也增长别人的痛苦方。你看到这个，所以你才会去找问题，或者说你要见苦啊，看到这个苦，所以你会去找什么？找苦源。造成这个痛苦烦恼你不可开窍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才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痛苦烦恼的状态里头超越出来。那我们把它归结下来，从这个人类的文明，这个文明里头包括你这个小小的自我，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这种刚提到了，在你被教育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自觉的被磨塑成一个所谓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自我满足、自我成就，所以你是在自我追逐。因此呢，你的整个的生命经验跟你对于生命经验的诠释，听好哦，你的整个的生命经验跟你对整个生命经验的诠释就脱离不开这种自我意识的这种架构啊。所以呢，你必然会怎么样？你除非是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幸运的啊，很辛苦，然后付出很多的代价而成为一个成功者，但是还是会受很多苦啊。那也许你对这些苦呢你不太在乎，比如说你可能变成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没有？然后纵使呢那个一再被人家觉得说我做的开的这些工厂号称血汗工厂呢也无所谓，对，因为我用那个降低那个劳动价格来降低我的产品价格，然后可以形成这种市场竞争啊。那你觉得这个样子你快乐啊，然后你可以看着你的数字呢，那个你的存款数字有没有在股票市场上面啊，或者在你的个人的存款上面不断增长，那你觉得你这样就很满意了啊？假设是这样啦啊，那我们没有话讲啊，所以你继续借由这种你的脑袋的这种思考，你认为你这样可以成为一个世间的成功者，然后你很满意，有没有？那这样没有问题，就说顶多就是这样。啊，一个高赚钱的生意人，一个世间所谓成功的企业家，安尼可以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在生命的经验当中，发现说，透过这些人际之间，或者说欲望的满足，种种的这种追求，然后看到里头的某些盲点，是吧？看过，性命刚刚不是这样有形有相的这些世间的这些人云亦云的这些价值观所的满足就能够带来我心灵上面的快乐跟解脱的。你如果看到这一点呢，那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发现呢，就必须要进行一种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探索。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是用这样的角度在看事情？我为什么建立起这样的价值观？它的合理性的基础在哪里？这样的价值观恰当吗？你就要去反省，还是佛陀说的比较对呢？一切都是无常，它都是生灭的。因此，心灵如果没有安住在这种无常生灭的境界，它就一定会陷入一种恐惧跟不安当中。所以在这种恐惧跟不安当中呢，它就不自觉的去追求，然后呢，所以会不自觉的避苦趋乐，所以他就怎么怨憎会的时候呢，心灵就会起嗔心；爱别离的时候呢，心灵就会起悲伤；所求不得的时候呢，就会沮丧，甚至会绝望，就会不断的受苦。那
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就看到说，所以世间的所谓的成功者的那个快乐，是建筑在很多的假设性的前提上面的，很多的缘起的条件上面的。要有那条件，一家伙都成功，啊，成功了，一家伙都快乐，有无？这样你就看出一件事情了。安尼，迄个所谓快乐的人嘛是怕怕，你知道？嘛是虚的，那无迄个条件，伊就无得快乐啊，干不是？叫这个意思吗？那如果这样，生命不就是很没有价值的吗？如果所谓的心灵的自由跟快乐，一定要建筑于外在的这些条件，那大家不是都没自由？那怎么会有解脱者呢？怎么会有佛陀他们那样的状态呢？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在追逐的快乐，你在追逐的梦想，如果是都是怎么样，需要有其他自心以外的因缘条件，那些外在的条件才能的配合，才能够让你快乐、自由跟解脱的，有没有？你就知道说，那种追求就叫做痛苦。当你在追求那种梦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在追求的是痛苦，因为你活在颠倒梦想里面。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人生经验的反省，有没有？跟我们今天讲这个，去看佛陀讲的这个苦谛，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不就是人生的实相吗？那在这种人生的实相里头，我怎么可能以苦为乐呢？有没有？一时想就是安尼啊。所以当你对这些境界都不再抗拒了，随顺这些缘起了，有没有？不再胡乱去投射你那些种种的逐云追梦的梦想了，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当下的事情，当下的境界，全然的去回应它，随缘的去回应它，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心，有没有？做完了的耍。那你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了，所以你就怎么样？它不会变成你记忆，不会变成你记忆的一部分，它会变成你经验的一部分，但是不会去累积在你的脑袋里头，好不好？它不会把你踢掉嘞。而且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过程，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心灵的那种自由度，它一直在增加。然后呢，我们不只可以驾驭这个脑袋，而且随时可以停止脑袋。不，一般人没法度哦。你看我们一般，你们那个，比如说有些那强迫症患者，好不好？他就是会直直想啊，他会直直走啊，他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啊，他没有办法停下自己不这样想啊。那我们一般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停下来不乱想，对不对？啊，他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想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他会做同样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常常在碰到境界的时候，就是被这个脑袋给驱动的，想因驱动行因，然后行因再去驱动想因，就是说你的念头驱动你的意志，然后你的意志再去驱动你的念头。我们一般人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变成被我们的那个大脑记忆给驾驭了。那你如果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办法怎么样呢？哎，随时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做观察，对，当下呢，看缘起的那种条件，从缘起的条件里头，以这种无常正见，对，来调整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所以你就不会被你的脑袋给驱动啊，就变成用正见来驾驭你这个脑袋，有没有？我们还是需要脑袋啊，脑袋里头有知识，对。有那些概念，你要知道怎么开车，你要知道怎么事情，你要怎么样，你知道怎么样开电脑，你知道怎么样打程式，对。但是呢，它就只是这样。刚才意思，你的脑变作建构，干那一台电脑呢？伊内面的物，你别叫内面的物件骗去。你知道它只是一些讯息，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样清楚吗？所以你就变成，你可以去驾驭这个大脑。但是有时候说到这边也很好笑，有没有？有些人呢，他真的以为电脑上面所传递的讯息是真的，有没有？是这样啊，所以出很多问题啊，好不好？出很多问题啊，所以有的人会被骗钱，有的人会被骗色，有没有？然后有的人会怎么样？刚才意思，赶快意思啊！叫你他个骗去，他叫电脑骗去，赶快意思。你之所以叫电脑骗去，就是你叫他个骗去，啊？那我们常常没有在用电脑的时候，也是被自己的脑袋，有没有过去所架构起来的那些价值观、观念、思想啊，给控制住。
因此呢，没有办法真正呢用一种无所遮障的心来回应当下。哦，啊，所以就刚才叫电脑骗去，赶快，你叫你这个人脑骗去了，啊，是这样。好，那我们那个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然后下礼拜是继续谈这个四圣谛，好，谢谢大家了。